大家好，好久没跟大家分享了关于修改日的知识了。现在就是我们生日的那个绣套袖，套袖松紧，它是那个橡皮筋给弄的那个东西，洗不了多久它就挂饰了。你看，这样的橡皮筋的就不行了，所以我们要把这个下面小筋给它剃下来，然后换成。想你的夜，就从这个我很总是很漫长。想想的人，不快带着好寒霜。便可见你一生住在他乡。就从那个接头处。不顾滋味，我独自去品尝。对啊，你在家操作了一次。望闻月亮，思念它有多长？这样就是一点小技巧，分享给大家。你是否也会把我去守望？无法忘掉你旧时的模样。想你的心，伴着淡淡忧伤。相思的等你在那曾经的老地方，亲爱的你，我说现在怎样？夜深人静，是你是否把我想？月亮恰似冷冰冷，甜美的脸庞。想你的时候只能问月亮。对，你说了你说过了你说过了，在这里接头处，然后把这个耳朵勺子拉出来，这个稍微窄一点，小孩这个东西稍微窄一点，从里面我们提前给它准备好长短，然后把它慢慢推过来。想你的夜，我很总是很漫长。有个铁圈儿，你能够拉出来。小小的泪，我还带着寒霜。要不就是松紧带。便可见你一生住在他乡。交错，稍远的点，不就是手工吗？有时候就是稍远的点。望闻月亮，思念它有多长？针线固定。你是否也会把我去守望？这些说话小窍门。无法忘掉你旧时的模样。也是离不了的，你说是不是？想你的心，伴着淡淡忧伤。相思的人。只要我们的工具，我耳朵勺，咱们也是，咱把松紧带儿穿的这样。耳朵勺，深深埋藏，等你在那曾经的老地方。亲爱的你，我说现在怎样？想你的时候只能问月亮，相思的人却在不停地流转，只要默默你又望着远方，把相思的苦深深埋藏，等你在那曾经的
不过是断线了，到这里就够了。想你的时候只能用弯月脸，月亮恰似你那甜美脸庞。